原标题，纳木错是我国第二大咸水湖，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大湖。纳木错是我国第二大咸水湖，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大湖。雪山千湖圣湖出现水平如镜，下山后有一条平坦的公路，沿着公路前行，很快蓝色的湖面出现了。当你走到湖边时，水波浩渺，既然望不到彼岸，这就是圣湖纳木错。纳木错是我国第二大咸水湖，东西长70多公里，南北宽30多公里，面积1961平方公里，水最深处约55米，湖面海拔4718米，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大湖。湖的正南方是直插云霄终年积雪的念经唐古拉山的主峰，海拔7111米，它地冰雪融水，不仅养育了纳木错，也养育了湖畔草甸，它就是纳木错的保护神。湖的北侧依偎着和缓的连绵的高原丘陵，广阔的草甸绕湖四周。玛尼堆和白塔亲吻圣湖，返回搜湖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